当我开了口，我口渴，哪能躲？太难躲，男人真的太狠哦。我真的太狠了，创造更多的荣耀，耶！傲视群雄一起传遍大街小巷，全都是嘻哈偶像，场景持续的强壮，我不演唱，我为了你也为了我，我继续演唱。那时候我就会想 RPG 出来的时候，因为这个 B 对 RPG 来讲是非常有利的，是，这是一个它的舒 comfort zone， 就是舒适圈这样。但是我觉得也是有点平淡，但是如果它平平淡淡的把它走完之后，如果都没有任何一点错误，也是难评，我就有点难评了，但是会给他，对，结果它第一个是在一些连音坏嘴的地方拍子就不稳了，然后后面就是也放枪，我就觉得那个放枪就让我觉得那没办法。我还是想把机会留给年轻人，这样对。了解。两年的时间发一张 tape 的新专辑，关在家里我不停 grinding， 还得要继续还不够满意。哼，看着我的 fellow kid， 他又干了 battle me， 台北 Y 真的好兄弟，因为够真诚 ，that's why I can win。收起你的下巴，当我开了口，我口渴，哪能躲？太难躲，男人真的太狠哦。我真的太狠了，创造更多的荣耀，耶！傲视群雄一起传遍大街小巷，全都是嘻哈偶像，场景持续的强壮，我不演唱，我为了你也为了我，我继续演唱。我觉得就是匡走他今天一开始的 flow 啊，声音的 tone 都觉得非常棒。就会觉得对他很期待，他今天的表演让我惊艳，前半段是，然后他最后几句就是放枪了，我们忘词，然后我们心里我看 DZDZ 在旁边握拳帮他加油，希望他撑下去。他那个握拳不是想要打他吗？不是不是，他我感觉他在帮他加油， okay， 对吧？对，我就想说就是 keep going， 对 keep going， 对。我觉得他算是安然度过，虽然他就没有东西唱，他也没有 freestyle。可那时候我就会想 RPG 出来的时候，因为这个 B 对 RPG 来讲是非常有利的，是，这是一个他的comfort zone， 就是舒适圈这样。但是我觉得也是有点平淡，但是如果他平平淡淡的把它走完之后，如果都没有任何一点错误，也是难评，我就有点难评了，但是会给他，对，结果他第一个是在一些连音坏嘴的地方拍子就不稳了，然后后面就是也放枪，我就觉得那个放枪就让我觉得那没办法，我还是想把机会留给年轻人这样，对，了解。